第25届台北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得奖的是本日公休陆小芬，小芬姐。我是很开心啊，不是很伤心。我要感谢台北电影节。给我祝福红红火火的一颗火龙果，20年没有拍戏，能够拍了《本日空休》，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拿这个奖，我真的很感恩。20年来，我每天都以一个新人，每天都很认真的在检讨我自己，反省我自己，也很认真的在学习。所以今天得这个奖，对我来讲，就是最佳的新人奖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杯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